Well, good afternoon. Let's begin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day. Firstly, I'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Professor Li Defeng, though he's not here, and for his kind invitation. And secondly, I'd like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y university,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it lies in Zhanjiang, locates in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Zhanjiang is in the southernmost, is a port city, lies in the southernmost land of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Hainan Province across the sea, across the Chongzhou Strait. Zhanjiang is famous for three things. The first, the fresh air. The air there tastes sweet. And the second, the longest coastline of China, about 2,000 kilometers coastline. And the third, the seafood, the delicious and the freshest seafood there. And we welcome scholars,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nd teachers present to our university. Now let's get on to business. Our first speaker is Professor Xue Ri from th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Xue 教授是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主讲教师, 翻译传译认知国际联盟常务理事。 他的著述非常的丰富，除了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课题之外，近年来出版了学术专著一部、译著两部，参编了教材三部，发表论文20余篇。薛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的题目是《疫前准备新范式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Welcome。Thank you。好，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茶歇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满血复活的感觉哈？非常荣幸呢，能够在美丽的澳门大学向大家汇报交流教学心得。那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李德凤老师搭建的这个平台。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感谢我们团队有着从业经验的李梦蝶同学的大力支持。那么前面的发言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呢都非常的阳春白雪，非常的高大上。那么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呢，稍微的下里巴人一些，就是我个人感觉稍微接地气一点，就是跟我们在一线的这样一个教学可能有着一个更多的联系。那么，我分享的题目是 AI 赋能疫前准备新范式。那么，在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虽然我用了新范式这样一个phrase，但是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 new model 或者是 new pattern，在这样一个疫前准备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呢，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但是，随着这样一个 AI 智能的兴起，那么 AI 在我们的翻译教学当中应该如何去运用？到底给我们赋能了什么？对我们的翻译教学有什么样的启示？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个翻译教学呢，我们很多是把重心放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的 well translation。那么，我们也提这个 pre translation 和 post translation。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的译后翻译好像大家就重点在校对啊，还有这样一个译后的编审。那么，其实，那么随着这种 AI 的赋能，我们在疫前的准备环节，也许我们能够做更多。那么，这样一个环节也会给我们的翻译教学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从传统的这样一个翻译准备模式，以及呢它所存在的局限性，那么到 AI 技术在疫前准备环节的应用，以及 AI 赋能下的疫前准备的一个所谓的 new model，以及对翻译教学的启示，这个
啊，思路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传统在疫前准备当中，这个 process 应该也是非常清晰，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项目分析、项目计划、格式的处理和语料库准备。在项目分析当中呢，大家都会做原文本的质量以及可翻译性的评估，还有项目规模的分析、文档内容及结构分析，还有背景知识的相关补充等等。在项目分配时候，特别是我们在教学当中，老师呢可能会给同学们分配不同的任务，特别是在我们 MTI 的这样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在这个项目驱动的有一些课程教学当中，那么包括时间管理、成本的估算、成本的预算，以及呢这样一个 style guide 它的一个创建。在格式处理上，我们经常做的呢，就像文本的清晰，还有标点符号的规范化，文件格式的转换，还有文字的提取等等。那么在语料库准备阶段，其实今天呢，前面呢有一些专家呢也都做过类似的这样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个阐释。那么我们传统呢，大家也会做术语的准备啊，术语的提取、术语的收集，还有预翻译等等，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翻译记忆库的准备，包括双语平行文本对齐。那么这是我们一般来说传统的这样一个疫前准备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个疫前准备阶段呢，其实在如果在没有这样一个 AI 出现的情况下，应该觉得还是基本上大家也在这样在这样运行。但是呢，我们发现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人工依赖性高，许多工作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去完成，会导致人力资源的一个高度需求。另外在处理效果上特别是这样一种传统模式中的术语的提取，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质量不佳、不相匹配。那么翻译记忆库在对齐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人工对齐的话，我们知道也会出现疏漏或者是错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的对齐。那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来说呢更为的复杂，它需要设计多种不同的工具软件，对翻译人员的技术性要求更高。那么此外也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比如说大量的手动操作会导致效率低下需要的人力资源成本和时间成本更高。那么与此同时呢会或多或少的增加项目的风险比如说项目的延期、项目的质量问题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随着 AI 的赋能，我们在疫前准备环节当中在哪些地方可以应用 AI？ 除了这个疫前环节的一个准备过程的AI 的应用呢我也想呢顺带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prompt 它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则。那么我们现在提的更多的是生成式的这样一个 AI 赋能，就是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么这个呢其实应该来说提的非常多，特别是呢随着这个 ChatGPT 的出现，那么这样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呢，基于算法模型规则，它可以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以回应提示人。所以呢除了 ChatGPT 还有 Cloud 以及呢今天上午有专家提到的这个Mid Journey 等等，那么这样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型，它具有强大的文本生成和理解能力。所以这个呢也是和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个教学呢有所区别的。那么这个 AI 生成式的 AI 工作原理我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它的这个功能之所以很强大，也是因为呢其实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人在训练它，训练机器。那么也主要是呢从最开始的这样一个 supervised policy， 然后呢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通过数据的这样一个对比 collect comparison data and train a reward model。 那么在这样一个 reward 的过程当中，那么在第三个阶段呢它有一个optimize。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不断的机器的学习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它的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给我们的翻译其实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在这个疫前的
比如说在我们项目分析过程当中这样一个 AI 的运用，比如说在文本的质量和这个可翻译性评估当中。这个呢其实我们平常做的也就是文本的连贯性、逻辑性、文本的质量，有的时候呢原文本不一定非常的顺畅，那么关于这个词汇的复杂度、表达是否存在歧义、缺不缺失信息等等，还有包括文化差异这些东西，那么是不是 AI 都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一个帮助。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需要做一个关于 COVID-19 的这样一个 vaccine 的翻译，那么这是一个原文本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也是从CDC 的这个官网上拿出来的一个文本。那么再像这个 AI， 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那么这个我们如果是我们借用 AI 的话，我们请智能这样一个智能 AI 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原文本的质量和这个可翻译性。那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这个 AI 呢已经帮我们回答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内容，包括原文本的语域、文本结构、术语的使用，包括句式、文化背景，还有通篇的语句通顺与否、语义完整与否、格式的规范，还有文本的结构清晰度，以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九点，就是在对于刚才的这样一个文本它的可译性的评估当中，它提到了部分内容可直接翻译，部分需要增补中国疫情防控的具体政策。其实呢也许这样一个智能 AI 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策略呢是相对客观的。那么整体来说它给出了一个就是关于原文本的质量和可译性，就是原文本质量较高，可译性强，翻译难度也进行了评估翻译难度适中。当然也就是说他给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 evaluation 是不是 the best one 或者是 the most suitable one 这个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证，但是至少我们大致上认为这个文本它是可控可译的。好，那么在文档内容和这个结构分析当中，我们一般会分析文档内容，生成这个内容标签，还有内容的概要，帮助快速的抓住文档要点，判断文档所传递的情感倾向。那么也就是在刚才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来继续对它进行内容和结构的分析。那么我们在用 ChatGPT 的时候会发现他给予的这个回答是重新审阅了 Word 文档，并对其进行了以下的一前分析。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借助这样一个AI 的赋能。那么在文档内容标签当中，他已经呢给出了三个 points， 在文档内容概要当中已经做了一个 summary。 那么对于语义、语体和格式分析，在这里呢也给予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此外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再来问刚才的原文本的逻辑结构如何，那么文档可以划分为几个部分。那么这个呢也许我们在教学当中，我们在可以针对它所不同的这样一个 parts， 我们给不同的小组，给不同的学生，能够给他们不同的任务。那么就刚才的那个材料它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看到 AI 的回应是这个从内容的顺序上看，可以分为几个逻辑部分、引言部分、问题一部分、问题二、问题三。然后呢他还提出了有注意事项的部分、常见问题解答部分以及呢结束部分。其实大致上看来呢，那个文档呢应该是可以分成七个大的部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组织教学当中给学生分成给他们不同的这样一个 seven tasks。那么此外呢这个 AI 呢还可以在项目分析当中，在背景知识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予以相关的补充，比如说在抽取文本关键词、匹配相关的学习论文、新闻报道等方面补充文本信息。此外呢智能问答系统也可以解答准备阶段遇到的背景知识，进行互动知识补充。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文本。那么这个呢，其实应该是关于某一个农庄它的一个翻译。那么原文本呢，是一个中文的文本，那么包括栽培技术啊、灌溉系统等等这样一些个内容。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呢是存在相关的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 terms。那么我们在可以直接利用 AI 来提取文本的关键词。那么它给出的这样一个 response， 大家看，这当然这个是相对比较 general 的一些关键词，至少让我们大致知道这篇文章里面有哪一些比较核心的内容。那么除了我们这里列举的这一些，那么我们利用 AI。在分析和补充背景知识的时候，也许他提取的术语我作为译者并不是完全的熟悉，比如说什么是立体式种植这里呢他给出的是 vertical planting，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利用这个 AI 来询问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种植方式，那么他也能够更快的节省我们的时间，也许这个时候比我们用百度和 Google 呢要更加的便捷一些，也更加的具有针对性一些，所以呢应该来说这个呢对我们的背景知识的学习和补充是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效率的。那么此外呢，也就是利用这个 AI 赋能在生成 style guide， 也就是在生成这样一个文体的风格的过程当中，应该来说对于我们译前的准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呢知道特定的文体要求，包括标点标签术语的格式等处理规范，还有统一风格上面比如说那么我刚才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关于 COVID-19 疫苗的一个这个文档的过程当中，那么我如果是需要利用 AI 来获得这样一个风格的这个指导，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是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看到其实最上面其实用到了一些提示语，要求他提供两份参考的，如果我们输入两份可参考的这样一个风格指南，然后再结合我需要做的这样一个原文本，那么这样呢就是帮助分析文档的翻译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细节，而且呢给他明确的指令写出一份音译中的一个 style guide。 好，那么这里呢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他给出了一个这样一个风格指南，也就是总体的一个翻译原则、特定的内容等等，那么这里呢应该来说给了我们更加清晰的一个译前的翻译思路。那么这种情况呢这样一种译前的风格的分析其实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完成，那么它具有一种灵活的动态、准确细致，那么它到底是不是 precise 或者 accurate 那么这个评分呢我觉得仍然还是一个问号，但是呢它一定是具有某一种形态上的一种灵活性，特别是当我们文本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能够随时能够更快的予以响应，可以呢进行更加深度的一个自定义。那再比如说在这个语料库的准备过程当中，语料的收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一篇原文，我就想哇，这个我到底熟不熟悉这样一个 material 啊？那么如果我知道这个 material 它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AI 先做一个大的一个，也就是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一个术语的收集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术语的分析。那么这里为什么说是无中生有呢，就是我不给它任何的原文本，我只输入关键词，比如刚才我们关于那个农场的这样一个原文本，其实它就是关于有机农业的一个这样 一篇文章，所以当我们输入有机农业和农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术语，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大概能够知道这篇文章的难度，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些 keywords 的东西在里头，那么这就是 AI 呢它自动抓取的相关领域的一个双语术语，它具有自动化和多语支持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在刚才做了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抓取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再对文本进行细化的话，那么输入这样一个原文本，它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单语术语的提取。比如说我们在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界面当中给到 AI 的一个这个 prompt 是要求它把它翻译成
英文，并且能够提取原文中的专业术语、专有名词，而且要求做成一列表格的形式。其实大家看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说很多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当然就是前面也讲过，至于这些术语的翻译到底它是不是准确，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考量。但是无论从形式上到内容上，应该来说还是提高了我们的翻译的效率。那么还有呢，我们利用这个 AI 在语料库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是可以做这样一个记忆库的对齐，收集双语的平行文本对齐，这样一个它具有对齐速度快这个效果高，并且呢是多语支持，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 English Chinese Chinese to English， 所以目前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但是如果是其他的语种，这个 ChatGPT 呢，它仍然是具有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在句对齐、段对齐，以及包括直接生成这样一个原文的中文和译文当中，这个现在呢这个 AI 呢是能够直接完成，不需要我们再去人工再去做这样一个语料库的对比。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可以指导学生迅速的来完成的。当然呢这里呢想要分享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语料库的准备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的指令，或者说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界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提示词是基于刚才前面的对齐的结果啊，那我们要求呢这样一个智能呢AI 呢给我们提取一下双语的术语词条和专有名词，然后呢要求左侧中文，右侧英文，要求提取的结果为列表形式。其实大家看到，那么这个呢在这样一个指令当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列表的形式。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也有可能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利用 AI 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利用其他的一些搜索引擎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完全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也就会出现 AI 不一定完全能够听懂人话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需要换一种说法，再问一遍，也许能够得到更好的说法。那么就是刚才的那个指令，我们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一个列表的东西，那么就再来细化一下这样一个指令。那么跟他说的非常清楚，这里的指令是让你先画一个两列的表格 Excel 那样的，这个应该是已经非常的明确了。然后呢左侧第一行的列表是中文术语，右侧呢第一行呢是英文术语，然后呢一行一行把提取的这个术语往下填。好，那么这个呢得到了这个指令之后呢，那么大家看到的就是和前面刚才的这个相比，是吧，它就是要清晰很多。我们在第二次指令之后呢，它已经直接生成了这样一个表格，所以它在这个自动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应该来说是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些基本的需求。好，那么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呢，其实也是想过渡到我接下来想要说的，我们在疫前准备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利用 ChatGPT 的时候，那么我们给予它不同的 prompt， 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我们如何来使用 prompt， 应该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使用原则。第一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prompt 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定义任务，清晰我们提供的信息。那么根据这个 A Guide to Prompt Engineering 今天上午呢也有专家提到过，那么其实我们在给他任务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到其实也就是我们五个 WH question， Who、What、When、Where and Why。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让它，也就是让智能，让 AI 明白它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看到过我们有一些学生呢在翻译课上使用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它其实它并没有把它定义一个非常清晰的角色。那么还有就是你需要它具体做什么，以及你的时间节点的要求，还有语境的位置或者是背景情况，以及原因动机、目的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是可以
给他。我觉得如果说是 AI 赋能，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首先是人脑对它的一种赋能，我们到底需要它去做什么？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看一下最左边的这样一个例子是给到了这样一个AI 的一个指令是要求把语言翻译成英文，或者是改进提供的这样一个英文句子，也就是对某一些我们的译本进行修正、修改。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只是简单的输入啊，我需要修改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一个 sample，它所给的一个 prompt 啊，I want you to act as an English translator, spelling corrector, and improver。其实这个地方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role，what kind of role I want you to be to do，right？就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 translator，同时我还希望你成为一个 spelling corrector，还希望你成为一个 improver，也就是说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然后呢，继续输入指令，I will speak to you in any language and you will detect the language translated 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在疫前准备的过程当中需要给到机器，需要给到软件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指令。那么此外呢？中间这一块呢是第二个例子，也就是说，我需要它写一段这个 abstract，因为现在呢，其实 ChatGPT 呢，可能在写这个摘要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同学说它的功能是很强大的，好像比我们人工写的还要这个看上去更加的漂亮一些。那么这里呢，其实当我们输入了这样一个 abstract 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prompt，我们也可以继续对它进行要求。大家看这个后面的两行，就是请帮我把上面这段摘要翻译成英文，表述我们这里给它的要求，正式一些，学术性强一些，并且呢，还要参照某一类文章的表达或者是逻辑。那么他听懂了没有呢？从他的回应看，他应该是抓住了70%以上的内容，here's my attempt at translating the abstract into formal English 他已经 get 到了这样一个 formal abstract to English。所以呢，如果这里其实我想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prompt 如果使用的更合理一些，就更能够得到想要接近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提供参考的样本，还有这个加入样例的示范等等。比如说，我这里的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希望他给我一个推文。如果我输入我的1期的内容，那么他可以去做一些 imitation。再比如说，其实对应 prompt 还有一点，我前面虽然是讲了一些，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调整的过程。比如说在某一些翻译做润色的时候，如果大家感觉这个AI 所给出的答案不是我们想要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的翻译。但是呢，如果是觉得有歧义，甚至于这个左下角的，你希望它把什么作为插入语来翻译，这个呢，其实现在这个 Claude 和 ChatGPT 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并且它能够告诉我们我修改的点在哪里啊。所以呢，从这个层面，我们在以后的这样一个修改还有润色当中，应该来说，它也能够呢，做一些给到一些更多的这个帮助。好，这个是我刚才讲到过的。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细致检查结果。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里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要求这个 AI 给出我们这个专业背景的名人创业的介绍。诶，大家看到好像它出了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 classification，但是对于化学类的前面三个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其实给了我们生成的这个信息是完全错误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文本梳理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给我找几本参考书。其实呢，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再去问他的时候，你确定有这三本论文吗？有这三篇论文吗？如果说我们经过人工校对没有的话，其实他会告诉你，事实上，我作为一个语言模型，无法提供
搜索和这个特定的论文引用，也就是说它可能提供的这样一个文献完全就是一种合成，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挑战，对吗？所以为什么有的学生作业交上来你看上去格式非常的完美，但是你一查其实里面肯定有一些是不太能够经得起检验的东西，也就是AI 也会给我们提供呢一些虚假的信息。那么这里呢对于 prompt 的一个设计和参考呢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去参考一下 AI Shot 还有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等等这样一些链接也在这里。好，那么最后呢我想总结一下，在这样一个AI 赋能下的背景当中，我们的疫前准备的一个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 new features。 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 helpful 它更加的 human-like more efficient right low costing precise flexibleuser friendly, labor saving. 那么这个应该来说都是 AI 给我们的翻译啊所带来的一些新的这样一个新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的翻译教学而言，到底人工能不能够被取代，其实我们讨论过很多，但是其实如果大家问一问 AI, 它也能够给出我们一个回答。也就是说其实呢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就直接去问人工译员能否被 AI 翻译所取代，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其实大家看这个建议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第一，简单日常语和常用短语，他说到了 AI 翻译系统如 ChatGPT 就足够满足需求。那么对于专业复杂的和文化相关的内容应该怎么办？那么他也提出了人工译员能够更好的理解语境。那么在核查和编辑的过程当中他也说到了即使使用 AI, 那么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呢这样一个实时对话和这样一个客户的服务，也就是说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人工译员。好，那最后呢就是关于 AI 的一些翻译的盲区。那么 AI 呢它当然是缺乏这样一个共情的能力，而且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无法理解我们的文化审美还有在这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这个地方呢我们举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是一个面膜的一个广告，让我们白起来，出水芙蓉就是你来。那么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用 AI 的话，它就是很简单 ,let's get whiter, 对吗？但是这个词呢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词，那么如果我们在做译后审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此进行一个新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无论从学生的技术能力还是终身学习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职业素养当中，应该来说 AI 呢都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最后呢想说的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重视疫前的准备环节，加强疫前的理论学习，培养疫前的准备意识和方法，搭建疫前的训练平台，以及可以开展关于翻译准备创新的相关的这样一些竞赛或者是技能大赛，应该来说对我们的翻译教学都能够有着很好的促进和推动。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感谢。Just now, Professor Xue introduced a new mode called AI-assisted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 And firstly, sh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the new mode. And then sh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AI-assisted mode of pre-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she provides us with a lot of examplesput forward some principles, prompting principles, and also telling u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ode. And I think that he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new mode enhances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helps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Let's give a warm applause for her wonderful sharing.And I